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禹兮，我主演的网剧《八分钟的温暖》1月30号就要在腾讯视频播出啦。智能电视用当贝市场，下载云视听极光 APP 或用当贝投影超大屏观看由我主演的《八分钟的温暖》，我们不见不散。